声明，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我的前半生一书，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，同时无任何影射，不涉及任何政治普及。没当几天皇帝，清朝就灭亡了，但因为满清优待条例，溥仪仍然在宫中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。后来冯玉祥临阵倒戈，打进了北京城，将溥仪从皇宫中赶了出来。溥仪只好携带着文武大臣还有皇后一起跑到了天津的日本人租界，寻求日本人的庇护。关东军当即决定将溥仪运到东北，然后成立伪满洲国，让溥仪当皇帝。溥仪正愁怎么复辟呢，关东军却出来帮忙，溥仪没有一点犹豫，当机立断，马上前往东北。但是当溥仪登基以后，才发现他这个皇帝其实就是日本人傀儡，连自己的祖先都不能祭拜，还得去日本人靖国神社请他们的神器，此时后悔也已经晚了。溥仪整天担惊受怕的生活着，害怕稍微有点过错，日本人会杀人灭口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日本人宣布投降，溥仪没有一点犹豫，马上跑路了。但是在逃跑的过程中，却被苏联人给当作战俘抓了起来，而后被关押在了战俘营中，接受审问。溥仪因为身份特殊，被单独关押在牢房中，而且据溥仪当时描述，生活待遇还不错，但溥仪心中仍然没底，万一把自己当汉奸枪毙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1945年8月，苏联政府传来消息，让溥仪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庭证人，指认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犯的罪行。在军事法庭上，溥仪将日本人在东北犯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而后又说自己是被日本人强迫到长春当伪满洲的皇帝，自己没有一点人身自由，被日本人看押，而且日本人还残忍地杀了他的妻子韩绿玲。说到了这里，溥仪捂住自己的眼睛，而后痛哭起来。在场的日本罪犯看不下去了，关系让你撇得一清二楚，而且还反过来指认我的罪行。于是日本的辩护律师说道，阁下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没想到溥仪听完这句话更是激动了起来，诉说当年裕仁天皇送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，还让他前往靖国神社参拜，不让他祭祀自己的祖宗，简直就是我的耻辱。日本的辩护律师马上反击道，你这是在攻击我们的天皇吗？溥仪丝毫没有畏惧，立马反击道，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。此言一出，立马引起了哄堂大笑。日本的辩护律师的脸立马变红，憋了好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，只好悻悻离去。